先把节奏给慢下来。达兴现在是有四分的领先。Felix， 哇，在今天呢 ，Felix 秀了好几次他在空中作业的这个能耐。刚才空中拉一杆之后呢，两分要到，目前他个人是获得了23分。哇塞，而且这个空中作业的系统还是最先进的。可以说是美国进口，没错。马上来回顾一下前面这一次，这也看得出来菲利斯在整个技巧上哦，以及他的一个判断上，我觉得非常出色的地方。